近日，由周迅主演的电视剧《红高粱》曝光了一组新剧照。在曝光的剧照中，周迅不但以学生装出镜，再展清纯，还在高粱地上与男主演上演调情一幕。电视剧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的小说《红高粱家族》。该剧以九儿传奇的一生为主线，讲述了一段关于爱与恨、征服与被征服的充满生命力的传奇故事。通过塑造一群鲜活的人物形象，体现了一种旺盛的原始的生命力。小说《红高粱家族》中的情节，比如九儿出嫁颠轿、野合等等，都会在电视剧中有所表现。他们真实地表现出男女主角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的情感较量，好比一场男人和女人的战争。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